自從即係因為嘅節目嘅成功啦，其實都一路呢幾年以嚟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，即係香港啊、內地啊咁樣，都係好多即係合作嘅機會咯，係咁，所以都真係好感恩有呢個節目啦，再加上之前嘅《駕到正世界邊端》啦，其實都大家覺得諗起我就諗起係啊，係即係周圍去啊咁樣嚇，咁所以都好開心咯，係啊。有冇簽約？做幾耐會唔會需要你帶團嗰啲咁樣？帶團應該就唔需要，但係有機會嘅話，其實都想跟佢哋一齊去玩啊咁樣。頭先啱啱先講啊，可能有機會去南極啊咁樣，係呢啲地方我都係未去過嘅，所以都真係好期待咯，係啊。即係你下個 trip 係想自己去南極嗰度 explore 啊？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你想拍節目去南極？咁啊，梗係好啦，拍埋個節目啦，係啊，係啊，真我覺得其實頭先都有講過，如果拍節目嘅話，其實自己個精神狀態就會係即係比較要係長期亢奮同埋高漲嘅，係啦。咁如果去旅行嘅話，就可以係即係 relax 好多嘅。咁所以即係兩樣都好啊。即係如果因為拍節目而去到唔同嘅地方，咁啊，因為拍咗個節目又可以令我有多其他工作機會，其實即係兩樣嘢都係好感恩嘅，係啊，嗯。除咗旅遊節目，想開拓咩節目啊？哇！我好想去啲即係飲飲食食噶啦，係啊，係。飲食節目。我真我成日而家即係十點半，我都有睇公司節目。哇！咁開心嘅，即係去飲飲食食呢啲機會幾時輪到我啊？要同個公司申請一下先係。即係我即係都係想拍多啲係比較可能係舒服啲嘅，即係大家輕鬆啲去遊世界啊咁樣樣。哦，好耐，其實我旅行都真係好耐冇去過，係啊係啊，好耐好耐冇去過啦。其實我諗都有，我諗起碼都五年啦。五年。係啊。想唔想真係去下啲輕鬆啲嘅旅行？想啊想啊。南極咁勁。探索下啦，探索下。其實如果去旅行去邊度都好㗎啦，我睇屋企人想去邊啦。都辛苦命，去親啲辛苦嘢。嚇！我工作命咯，我覺得係啊，係工作命咯，係。我屋企人都想即係可能都即係搞個 family trip 咁樣嘅，咁啊睇下幾時會有時間咯，係可能都要過咗過咗暑假之後啦，都要係。咁無紅之路仲有冇再新嘅輯？我有啊有啊，係啊。第四輯犀利，係啊！而家拍緊定係已經拍？今年第四輯，係啊！咁其實嚟緊會拍，係啊！哇，今年都去好遠啊！而家都仲開緊會啊，其實係我嚟緊都要翻公司再夾一夾啲時間。上次去到新疆同西藏都好遠，會再入啲啊！仲有啲好遠嘅地方，可以嘅，可以係係。我翻去問清楚先，係係而家一路都艱巨啊，係啊，咁都好開心。其實個節目可以拍到第四年，咁同埋公司一路都話反應好好啦，咁可以一個系列咁樣拍落去，即係我都覺得係即係一個代表作嚟嘅，係啊。今次又要去幾耐？哇，兩個月㗎啦，起碼都。係係。三十歲啦，你我30歲係。係啊，頭先講係啊。如果你舊年咩有200人喺香港？係啊係啊係啊，喂，200日就係做即係拍節目加做嘢，係啊係啊係啊。咁你拍兩個月，但你可能都係一個記錄嚟㗎，係啊。即係離開兩個月咁樣拍一個節目，其實連續三年都係咁樣㗎啦，係啊嚇。咁嗰個係啊，咁所以都係一個記錄咯。其實對我嚟講係真係每年都起碼坐底連續兩個月時間係唔喺香港嘅，係啊。啊呢條係咪咁嘅？係咪造型嚟㗎？應該係。係啊 ，OK 嘅 ，OK 嘅，得係好。嗯。屋企人有冇投訴㗎？我兩隻貓開始投訴啦，其實係啊，我開始覺得佢唔係好認得我啦，係啊，我開始有啲擔心係啊，兩個寶寶係啊。成日拍節目有冇時間拍下拖咁樣，即係唉，其實我都好希望喺旅途當中會令我增加多啲，即係除咗係呢個逆馬星之外，我嘅桃花都希望可以增進嘅，係啊。但係而家都真係唔知點解喐極喐佢，都仲係逆馬。冇係係啦，淨係只翼馬喐緊，佢啲桃花未動咁樣咯嚇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個人
喐動啲咧，係真係有帶動嘅，即係好過宅在家咁樣。所以我覺得我已經盡咗力㗎啦，所以就睇下緣分幾時到了咯，就自然有安排。有冇啲機會㗎？即係其實譬如在旅程上面有冇得即係會識到人嗰啲，有啲機會發展下㗎，即係去咗咁多年。異國其實我由嫁到這世界邊端嘅時候，一路都喺度鄧人開心，鄧人恩愛，就得個恨字㗎啦，已經係。咁啊，一路拍咗嫁到這世界邊端都三輯啦。跟住再無窮之路已經嚟緊第四輯啦，都一路喺度等緊咯個機會咯，所以大家祝福我係係叫公司開個節目幫你即係尋姻緣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節目都好啊，好啊，姻緣係咪？其實你自己飲飲食食呢啲都好啊，梗係好啦，係啊，呢啲最好噶啦，係啊，工作於娛樂係為咗我尋姻緣係咪？係啊，OK OK 好啊。好啊，真係。